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我现在是在山西大同，现在又到了这个吃饭点，我们去前面吃点东西。现在呢是面已经来了，今天吃的是一个羊杂面。这是羊血，我们现在是已经吃完饭，这山西的面食呢，它是非常多。我们今天所选的也是山西的一个特色面，是羊杂面。它这里很多面食呢是又相通又不相通，因为下面都是面，但是它所加的一些佐料呢，是味道是完全不一样。端来之后，我们看到它上面是全部是红色的，但是喝起来呢是一点都不辣。上面呢就是放了很多的羊杂，它是以这个羊血为主，口感呢还是非常好，因为喝下来之后呢，它全是这个羊汤的味道。在以前我们吃过的这个是面是面，羊杂是羊杂，但是将它结合在一起吃的也是第一次吃到。我选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在一个小区门前的一个小面脸，这个面呢就是老板给你做，它虽然是只有这个5-6张桌子，但是每到饭点人呢都是非常多，有时候呢太忙的时候你还要等桌子。一般这种店呢都有很多老客户，它味道呢保持的也是很好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山西大同吃的一个特色的羊杂面，味道呢非常好，也非常特别。那我们这个视频先这样，下个地方见。